喜欢的，因为小时候嘛，最初喜欢还是拉锣鼓，因为它气势磅礴，也是很帅气啦，打鼓也是很帅气，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喜欢上了。我从十岁就接触了这拉锣鼓的，就在那边慢慢学习。怎么说呢，原来我们的潮州乐曲一些韵味东西哦，跟交响乐团的合在一起，就感觉哎有一点创新啊，我们应该在这里面加点什么，对，是不是，然后就这也怎么说呢，脑洞大开的就想了一些东西加进去，一些创新的东西，对。潮剧和交响乐的朋友们不要错过这场演出哦，这是潮剧和交响乐的第一次合作，3月17号与你们不见不散。